王爷让奴才去救一个朝天女。是，她天真柔弱，不谙世事，而我和她又……我和她又关系匪浅，我实在是不忍心看着她香消玉殒。王爷，这话说不得，叫人知道了，那可是秽乱宫闱的大罪，咱萧长应可担待不起。曹公公，怎么可以对王爷出言不逊呢？无妨，放眼京城，谁人不知道，萧长印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而宫中大大小小的事都是由您来做主，我相信这件事应该难不到萧长印您吧。何德帝姬如今在太后跟前很是得令，她与王爷是一母同胞，血缘至亲，王爷为何不直接告知于她？婉婉，他远在檀溪寺陪同太后礼佛，鞭长莫及，而且皇嫂又派兵进族，所有宗室子弟，你看我，啊，这慕容族亲都被禁足于府内，我，萧长印，我实在是求助无门呐。古语虎丘，难得，可惜了。这好茶难得，水土雨露精心温养，方得寸序。想来这天下万事与茶一样，能得所求，总不会是平白无故的。王爷，您说是吧？啊，是。是。萧长英想要什么，只要我所有，我一定奉上。一个条件。我答应。哦。王爷也不问问是何条件，就一口答应，也不怕过了今日追悔莫及吗？请萧长印放心，我绝不后悔。那就请王爷铭记今日诺言。多谢萧。那女子姓甚名谁？步音龙。